校长其实在过年之前就要求各行政单位在部署，所以不管是学务处、教务处，他们都动了起来。防疫的事是要跨领域、跨单位的，针对我们的境外生的管控，包括国际处、学务处、总务处。比如说学务处，他要准备学生到底住哪些防疫旅馆；国际处他联系国境外生，总务处要派车去接；教务处要了解说哪些国际生回来了，哪些没有回来。没有回来的要马上启动所谓的远距教学，所以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我们就是应该要有一个资讯系统，跨领域怎么做资讯的沟通。后续后面总务处总长这边有开发了一套系统，可以做比较精准的疫调。我想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些超前的部署。已经确定有境外生不能回来的班级的老师，你就一定要实施线上教学，因为境外的学生还是我们高科大的学生，他就是必须在境外用视讯的方式来完成他的教学工作。五月份就启动了一整周都是线上教学。事实上，每个老师的考试方式不太一样，有些老师他可能会有一个网络的作业，有些老师是用线上的口试，我觉得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初期在讨论要不要延后开学的时候，我们蛮快速的就得到了学校的消息的，学校也很快的就配套上了我们校门口管制、量测体温等等的措施。学生会这边呢，有放我们的防疫暖暖包，然后去送给同学口罩套跟口罩夹。学校每个礼拜都有定期召开我们的防疫会议，那学生代表又参与在里面，然后让全校同学可以更快速的收到学校的资讯。同学们接收到资讯也很清楚、很明确的知道学校想要传达的讯息。很多同学有使用学校所提供的纾困的措施，那也是帮助了蛮多同学的。In a way that financially it was not a burden on me. Three times meal, plus my residence or my room.The traveling from one campus to another and back to my own campus, that was fully covered by my university. So that's, I'm very thankful to the university for providing me with all the finances.疫情开始之初的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做好各项的防疫工作。校长直接指示制作出我们的干洗手，带着实验室的同学们完成了我们学校自制的一个干洗手。我们大概在三月中旬左右开始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第一批发送制造是总共3000多匹，全部制造出来分送给全校的教职同仁。学校针对新冠肺炎做一个模拟一下，如果一个学生一天里面他一路上整天会接触多少人，那去模拟下来，结果我们发现说，其实一个学生生活圈里面一天平均接触就几百个人。那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知道说，这个新冠肺炎如果透过口沫传染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近距离的传染其实是非常容易做大规模传染，特别是在学校校内，而校内同学接触比较多就是老师跟学生，我们就开始立定落实。哦，你的座位是固定的点名制，我们还把5个校区做了一次大规模演练。我们就演练说，一个学生在班级确诊的时候，我们要班级的部分学生怎么去撤离。5个校区我们做完整体的演练之后，那让每个校区都知道说，我们开始怎么去因应，怎么去做撤离。学校非常的贴切啊，那因为为了让学生可以自主健康管理，所以我们每一个教职员工生，每个人都有发一张这个额温卡检测，就是让他随时可以取用量自己的体温，关心自己的体温。那我们都会跟他说，如果你有症状，你的确是需要在家里自主健康管理，那一定要戴口罩就医。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来就学的。这个疫情已经宣导很久了，所以我觉得孩子们配合度都非常的好。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全国全台湾上每个地方进去，我们都发现好多人在量体温嘛。那以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学生有很多，我们有28000个学生。帮你量体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假如对方真的有问题，会不会被他传染？他一旦去 B 完的时候，学校对他的实验就知道，哦，林维成，你今天体温37度。从来没有疫调系统这件事情嘛，校车，可以图书馆，可以餐厅，这些地方你进去以后，大家都可以知道彼此座位之间的关系，他给老师学生一个安心的上课环境。那在口罩大家都有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搭配这个系统，我们学校就能够平平安安。
因为我们上个学期其实经过很严谨的一个训练了，我们从上礼拜我们就开始又启动了这个防疫工作会议了。开学前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求我们的学务处这边要制定学生入校的时候要量体温、戴口罩怎么来执行，但是我们也希望同学进来我们的教室就要量体温然后戴口罩，这样这个防疫工作小组的一些结论我们就会通知每个系的系主任，然后通知每个系的系办，系这边也会直接下去，也透过学术单位的帮忙让每个学生知道说我们学校的目前的管制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要怎么配合。谢谢高科大的防疫团队以及同仁的努力，让我们一起建构安全的校园。